玉兔，我用这个好了。Hello， 大家早了一点点看，那就等待着进来，等待着进来再慢慢聊。对，今天突然加开直播，原因是因为我下个礼拜会比较没有什么时间可以直播，可能只有一天，所以现在先开一下，对，跟大家就是先。聊聊，先多聊。哇，我声音突然又变这样子，喝口水，看看怎么样。Hello， 是很难得的，今天是礼拜六嘛，很难得的直播，很难得在周末会有直播，因为平常我都是。不会在周末开直播了，对，大家应该比较知道我的直播时间，通常都是平日的晚上，对，所以呢，难得啊，难得啊，对不对？然后昨天也是玩那个《王国纪元》，玩的蛮长的一段时间。对，就是本来没有想说啊上线那么久，结果啊上线蛮长的一段时间。对，因为刚好又打活动，然后又刚好就处理一些就是联盟的东西，所以呢就昨天晚上玩的时间比较多一点。现在也是正在按我的《王国纪元》游戏，那只火影也生生成书。我刚刚在看，刚才在看那个，怎么烧起来了？你看，烧起来了，发生什么事？我刚刚在看这个叫做亚冠杯，对，我刚刚一直在看亚冠杯，因为香港的有一队球队叫杰志，然后杰志这队球队呢打进去这个亚冠杯里面，所以我刚刚说哇在看了，因为这是一个很。一个突破，对，所以我刚刚就在看这场比赛这样子。这个才知香港电台网站有得睇直播，但因为我唔喺台，唔系我唔喺香港，所以我睇唔到。咁我用咗另一个方式喺其他网站睇。我刚刚说的是，对，香港的球队杰志，他们有。亚冠杯的比赛，然后因为我的地区不在香港，所以没办法收看香港的转播直播这样子，所以我就用另外的方法，就是找到别的平台可以看到这场比赛这样。然后对，怎么烧起来了？发生什么事情？我先看看怎么了。怎么会这样子？谁打我们？因为没有香港的 VPN， 我查过很多的 VPN 的 apps 都没有香港这个选项，所以我直接找别的平台去播。哦 ，AYA， 我知道这个啊，因为他有打我，所以我有点进去看过《王国纪元》里面 AYA 这个的。这个的联盟队我看过，然后他们也是可能看到我们使用的语言吧，所以多少会就比较针对性的对我们发动攻击之类的，因为他们好像不太对用中文的人不太友善啊，对他误会了一点点小东西，对，所以。是不是我应该传一些讯息跟他们讲一下？就对，是吗？对吗？对吧？因为毕竟我懂他们这个想法，因为
蛮多联盟都不太欢迎某一些使用某一些语言的人去加入游戏，他们看到都会很针对性的去打我们这样子。对，是不是应该跟他们讲一下呢？你们觉得呢？因为之前的已经有另外一个联盟，就是因为我们使用中文这个语言，所以他们就很针对性的打我们。然后我改成我们的共通语言是所有语言之后，他就没有再打我们了。对。看一下，那怎么跟他们讲？好，跟他们说，哎，我是这个联盟的盟主，然后我们现在正在进行一个活动之类。可是我觉得又不用解释那么多吧，对吧？我自己觉得。用英文讲过，那他们有回你吗？因为这次有，上一次是一个联盟，这次是两个联盟，不同，这不同是怎样？不同的联盟一直在打我们。那就都先开盾，好吧？那你们都先寄信给他们讲，说我们我们很 friendly 这样子。这个没有那么友善，对，我也觉得。蚯蚓的粤语怎么讲？悠扬，悠扬。怎么讲好呢？我想一下来。等我一下。其实香港有一个球员，他叫安永嘉，安全的安，永远的永，嘉是一个人字，然后两个土的那个嘉，然后安永嘉是被誉为香港莱斯，香港 Marco Rose， 所以我也特别喜欢这个球员，对对对，看得很开心，因为他有上场踢，对，就是呜，就是趁这个机会多多了解，多多了解香港球队这样子。我知道这个联盟是打来打去，可是。不是他们误会了点什么，你懂吗？寄信过去好了。
大家现在都在做什么？在。可是本来，哎，算了算了，这个游戏本来就是这样子玩的，哎。在这前往，哎，好难哦。可是他又不是打我，对不对？可是他是打我的人啊！啊，不都一样？对，是一样的概念。天哪，你们都开盾好不好？我要无瓜局，某是某黑。没有开盾好不好？先开一下。啊！好救命！我在思考，我要跟，对，是要跟他们团长讲，可是又。团长根本就不理我们。我那个标题我叫 We are not 什么什么。打去很合理，可是我不喜欢被误会我们是什么什么，然后就被打这样子，你懂吗？就是我觉得，我打你的原因是我觉得这个游戏打来打去很好玩。那 OK， 你打我没关系。可是如果他是因为某一个原因，然后这个原因是错的话，然后他就因为这个东西来打我们，我就觉得哦，不好玩，不好玩，你懂吗 ？We are nice。Hello。I'm the leader of DIC. I am the DIC. We.Friendly. We just want to be to be
lose me in patience. I can't tell what you're thinking. Enjoy the game. What you're thinking. Last night we were more than fine. Just tell me if you change your mind. If you change your mind. Cause I'm all alone. I'm calling. No answer. You text me. What you feel like. When it feels right to you. language 忘记 language 怎么拼 language DIC Lens. Although our language is Chinese, we are we are come from 什么什么，然后 we just want to be friendly, peaceful, and enjoy the game. 寄信过去，天啊，这样子一直烧真的是，哎，好难哦。Hello， 我觉得我们可以去打一些小小国，像那种没有很厉害的那种。可以打一下，可是看有些什么可以打的，打那种弱小一点的阿拉伯文，可是我现在有开盾耶，对，我们不要打那个 WOF 就好了， WOF 是有结盟的，对， True victory was lasting peace not war， 笑死，确定、哦、这好像蛮不错的、笑死，这好像不错，我们打这个好不好，我现在开集结，你们打他。右侧，在大禁区角。练兵，练兵。啊，他有盾，哎呀。这个呢 ？MM one， many more we。Hand Q one 什么意思？一直想要打架，我想要打别的小小的，不想打那种大的。看一下哦 ，The undefeated group。The undefeated group， 那我们实力有多少？我也不知道，我看一下，看一下我们联盟实力多少？哎，我们高手八千嘛，什么八千嘛，一亿多哎，哇哇哇哇，这蛮厉害的哎。
大吧。DSU 是什么 ？DSU 是 Welcome DSU， 是 United We Stand， Gain Experience Knowledge and with Experienced Leader。Greatness awaits you. Together we can achieve the impossible. 这好棒哦！他们这个宗旨也太棒，我卢顿没了，那我可以去打架，好棒哦！我没盾了，那我去打别人。打一下啦 ，Undefeated Group， 都是你了，是你了，来吧，走吧，有侦察军接近我的领地，什么意思？人要那个又要来打，算了，哎，没差，游戏而已，游戏而已，没差，游戏。我现在哦，我被侦查了，我被侦查了！天哪，救命，救命，救命！被谁侦查？反侦查，反侦查！等一下，进入我的领地，然后打开那个反，等一下，真的反侦查四个小时。OK， 哥哥哥，反侦查，反侦查。没事啊，没事啊，没关系，被打也没关系，没有我的资源都没了，很空。1-0，我还在持续关注这个球赛。攻击军团已返回领地，返回领地啊，没事啊，是吧？等一下再开盾，打完再开盾。然后再研究一下那个城防防御，我的城，而且我有看到面面的限动，他有那个打那个小熊帽小熊帽小红帽的那个活动，对不对？可是我永远都打不赢，我第二关都打不赢了，所以说哎算了，把它放掉，我就持续在增强我的兵力这样子。我发现我打不过哎。所以我说，哎，算了算了，没事没事，不打不打，不打了。升级，有人要跟我一起玩国际人吗？有吗？哇，我的城堡17等了 ！Yes yes， 赞赞赞赞赞赞 ！OK OK OK。一直升级升级升级，好，可以研发我新的第三阶的兵了，我可以研发第三阶兵了，太赞了！来来来来来来，哇嘿！哦，还没，哦还没，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现在可以了，等我，给我一点时间。再缺粮食 ，OK， 可以研发升级升级。啊！有敌军团正进犯我的领地，死定了，死定了，死定了！他来了，哎牙来了，救命！救命！开盾！哎，这样行军在外不能。解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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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防御领地，对对对，不错不错不错，开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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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开了我开了我开了，这对，这是个点击游戏，一直点一直点，他来呀来呀来打我，白痴，我开盾了，打不到打不到，笨蛋笨蛋笨蛋，这边浪费兵力，很打回去了，可是我们不够打，对不对？那个
那个 add 牙这个东西，我们是不是不够大啊？啊 ，Amir 什么 ？Amir Amarinka 不够大，对不对 ？America Amen Amerika 好烦啊！好烦啊他 Stop fighting I hate war Please Don't fight, don't fight 笑死他烦啊为什么优犬优犬优犬开盾优犬他要去你那边了他要去优犬优犬召唤优犬我可以送盾吗？我可以送盾，你给你们吗？我可以一开就所有人都开盾吗？悠闲，赶快开盾！他要打你！救命啊！我好看足球，足球，这是足球。看一下，好忙哦。悠闲，赶快开盾！开了 ！Yes，nice！好赞，好赞！赞，好烦哦！打够了没？哎，期待别人的那个，赶快，那个对面的人，赶快给我回讯息说，嗯，哦，知道了，原来你不是什么什么，不好意思。啊，一直被打！你刚刚参与集结，对，我刚刚正想说啊，他想要打，他正在打别人，所以呢，我很想，就是趁着这个空档去打一下其他的小小的国。可是结果，他就是趁在这个空档里面也看到我没有盾之后，他马上就打我，哎，所以就马上开了。我也觉得他不会理我。可能他看到我们的联盟啊，我们的联盟就是有写中文，所以他们就有点抗拒我们加入这个游戏，一直打我们，烦，真的很烦。签到，自动完成。对，因为被那个很厉害的人打，那个 BCH 又不打我们了，现在换了别人来打我们了，真的是。当然，我希望不要被打了。我们要强大起来，才不会被打。OK， 强大起来。哎，你知道每天就是要顾这个游戏，真的是心情会不会被打，真的很紧张，你知道吗？很紧张。Jason 有没有睇波 ？Gizzy， 有没有青罗云啊？陈乃然，陈乃然，但暗暗两个小时都，他不打 Lion 好像感觉是近这几个月才来看我直播的，对不对？因为我之前好像很少看到你的名字。我那时候，其实我在游戏里面看到你的名字的时候，我就发现，哎，好像不是我很常在直播间看到的名字，哎，这样子，确实，对不对？睇紧英超，十点半可以睇曼城，曼城对利物浦，好似喺，我唔知，可以去睇下十点半。刚成为我的粉丝呢，谢谢你呢，Lion， 哎，为什么我没有充电？等我一下。哦，是真的没有充电，等我一下。
我注意很快，我注意力很厉害，好不好？我都有发现这种东西，就是可能最近才来，或者是新的之类的，我都很快都可以发现。我在努力的升我的城堡，还有训练一些士兵，训练一下，反正都已经开盾，你就训练一下吧。慢轮的咩？慢成啊，10点半。晚上有足球比赛，有那个英超可以看。英超？咦？我的联盟成员有88个人，然后联盟申请剩下3个，可能就是有一堆就被可能被影院就是不过审核之类的。首先不马上丢了一波，哎呀哎呀，太慢神啊！曼联曼城。我小时候一直觉得有关系，其实这是不，这是一个两队不同球队这样子。对啊，只能开盾，而且盾就只能有8个小时，所以每8个小时一定要上线，不然很那个也很紧张哎。真的不简单。这游戏不简单。好，现在已经没什么可以按到了。对，为什么会没办法加入？是因为那个下载连接还是表单没有填之类的？可是他们也没有讲。这游戏按一按就1个小时、2个小时，好棒。很耗时间，赞。下载问题，Purely 刚刚被烧哎，他走了，那个 Edya 的那个 Edya 的那个联盟的人走了，好难啊，好难啊，要预防这种。兵啊，来打我们的，好像真的很难。你这很难，一直开着游戏，而且开通知的话，感觉会有，就是有就觉得很不知道会很紧张啊。对，哎，我他有回我了。Hi, I am not attacking you。他可是他在。攻击我们的联盟的人呢？他说 Hi, I'm not attacking you。可是你的盟友都一直打我们啊！气死我了！他可能收到我的讯息就走了。对，他没有管住自己的成员，自己的联盟，所以我们刚刚。哦，不是，我们自己也要好好去管理自己。对啊，他说 Hi, I'm not attacking you， 总比他回我们 None of my business 好。对，比较有礼貌。对，政变会吗？有可能吗？我觉得是他们没有好好沟通好，是因为他有其中一个。盟友在来乱之类的，因为刚刚就像每个人的联盟都可能会有一些人来乱之类的，就突然他的联盟就有一个盟友就突然来打我们，又没有通知联盟什么的，然后就来开打了，所以他可能自己也不知道。对，烂说我从来没有打过任何人，赞赞，对啊。真的，如果要好好管理全部人，真的是蛮难的。我懂，因为有时候你讲一些东西的时候，大家可能还没有上线，或者是没有看到，那是很难去管理。那
那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我们自己都先不要乱打人，除非就是可能我们有讨论过之后呢才开打。那个 Deep State 那就不用管了，他就是一个来乱的人，那就打他吧。Deep State 那个笑死 ，Deep State 真的是不知道在干嘛。谁呀、啊？是谁呀、啊？好像在到处乱打我们成员的联盟的人，而且他还是粉丝。我们一直很和平啊，超和平的。我们都不会乱打别人，除非那个人先来乱，我们才会就是去就是打一下的。但因为 Deep States 他是自己一个人嘛，我们是一群人，所以他肯定是打不过。虽然他是蛮高了，他的兵力好像对。Hi, I'm not attacking you 。可是他是盟主在回我哎，盟主回我，所以蛮好的。这至少他愿意回啊，他兵力那么强大，他愿意理我，还是蛮感谢的。对。可是我要回他 ，Can we be friends？ 这个歌单是我平常都有在听的歌单，这比较 smooth 一点点的。对，他们，我觉得他的盟主是因为刚好收到我讯息，看到通知才回我的，不然的话我觉得他应该是没有上线，他是看到通知啦。对，对啊，现在没打就好了。谢谢 Lotus 的小鸡蹦蹦。我也希望和平。天哪，好忙哦，一边看球赛一边看我喜欢的乐队。谁又必连故像老鬼严强发心灵遗憾你却未留低如常好机会遇上一别人微笑笑到转到温暖和有落日全部半件千里品原来有心曾爱过最深不打了，我们刚开了盾，那就先不打好了。但卡拉赢全部应该 replay 好吗？因为之前我有睇过，好似。Hello， 怎么突然那么多人进来？因为红包吗？红包！看一下我的联盟。好像真的
没什么事情啊，对。啊，重温 ，OK OK。现在我们这边都没有什么起火了，对。行啦，我这两天一直在充我的那个兵力啊，那种东西。啊 ，OK， 休息一下这个游戏，休息一下游戏。那个四月生写真，记得要指定我，我是不会打我的粉丝的，所以不要打。谢谢 SKMK 的文手礼。最近冲很多，吓到，因为我一直很省着去用那个水晶，最近觉得啊，好像有点真的太省了，所以就对，就这样子。你们看了吗？要去哪里玩？第二集，南投第二集。有发，可是我还是舍不得花那个水晶，因为觉得水晶毕竟是。也是蛮珍贵，对，很珍贵，所以我很就是很真的，我还是很舍不得，对，超级舍不得。会啊，啱啲会睇曼城嗰场。舍不得花，省着花，省着花。对，游戏里面也很省，当然要省点，不然用光不知道怎么办。先存起来，等一下储存。给我一点时间。湿气很重，不知道为什么身体湿气很重。昨天呢，因为比较最近事情比较多嘛，所以昨天也是比较忙了一天。然后呢，我昨天回到家就是坐在这边玩那个王国纪元，因为我昨天十点多快十一点才到家，然后想起要打那个龙火活动，那我就坐在这边一直按一直按，按到很晚两点多的时候才愿意动去。洗澡睡觉，所以我今天睡很久，我大概十一点多起床，吃了一个很简单的午餐之后，又睡回去六点多，不是我
好像坐在这边坐到大概两三点，然后打了电话去诊所之后，打完我就回去睡觉，就打电话打完就去睡觉。所以到这一睡呢，就好不想起床，我大概六点半才起床，所以我真的是现在还是蛮想要睡觉的。可是是你怎么、啊、是那种，可是就明明知道，如果你现在睡觉，你晚上就会睡的可能没有那么好，那就一定不能睡太久，所以我现在一定要醒来，等一下也要好好看完球赛再去洗澡睡觉这样子。我没有约到，没有约到，因为他诊所那边说要约的话，就只有约到下个礼拜，可是下个礼拜我都没空。那再加上我们又要可能彩排呀、啊，然后要练习呀、啊，还有的是公演啊，那我就比较难有时间去打。我打疫苗了，就应该要好好去睡觉休息一下吧。对，所以就有点不敢先打。但你知道那个政策很快就来了，4月22号就会开始有一些新的政策。那我就有点很担心，对，很担心。哎呀，我还是想要今天去打，本来是想要今天打，可是没办法，马上去马上打，那就算了，没关系。对啊，再说了。然后最近我真的很衰，因为我家是用，虽然是有那种接线的网路，可是也有 WiFi 嘛，因为我手机要连 WiFi 嘛。那我手机，这是我有两台手机，一台是有网络，一台是没有网络。所以现在我直播的是没有网络的。那所以当我要用它的时候，就要连接 WiFi。可是因为我的 WiFi 那个地台还是什么那个就坏了，所以我就没办法，有 WiFi 可以用。对，所以那就是你懂吗？就是。没有 WiFi， 没有网络，只能用手机，我好痛苦的，好痛苦。对啊，所以我今天赶快订了一台，大概它不会很贵，好像500多，因为我不用用到那么厉害的那种机器。所以我就自己买了这样子，它应该是真的是放 WiFi 的那台机器坏了，所以得换一台，因为我你知道 modem 吗 ？modem 就是那个那台东西，然后这台东西在连接那个 WiFi 器的这台东西。它，我用这个 modem 去连接我的电脑是可以连上网，可以上网是没问题的。当我连接到 WiFi 的那个机台的时候，就发现没办法连接，那就不是线的问题，不是 modem 的问题，而是这个 WiFi 机的问题。所以我就买了一台新的，对，就可能后天才到，因为明天礼拜天嘛。哦，我不知道，我想要赶快到，不然我都没有网路可以用，救命！我看一下他说什么时候才到？你懂吗？以前没有网路是这样，你是我在讲什么？没有网路的话，你是会觉得没问题是 OK 的。可是当现在科技越来越进步的时候，所有东西都要用到网络的时候，那你没有网络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看一下我们订单，他在拣货，他说大概后天才到。对，我的 WiFi 机在行军的路上，还没有加速，没有加速。还行啦，我现在买的某某购物网的是，应该是有24小时之类的，可是
礼拜天就不知道了。我按了那个货到付款，因为我用信用卡去刷，他说啊不是本地的地区的信用卡没办法刷，所以我看一看，哎，他说那种什么接口啊那种啊都没有快速到货的服务，之后他说货到付款是有快速到货的，所以我就按了货到付款。对，那不知道，我在网络上面看到啊，有一些接种疫苗站的是可以到那边马上去接种疫苗这样子，但是我怕要排队要等很久，所以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去会比较好。真的是礼拜天会送，可是店面买的好像比较贵耶，我看那种购物台购物网的都会便宜一半耶，价格便宜一半。有人有那个经验吗？就是有那个排队打疫苗的经验可以跟我分享吗？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要等很久，再加上礼拜六礼拜天的话感觉要一段时间哦。频率比较少，对，礼拜六礼拜天一定很多结束了，球赛，比赛结束，1-0。拍一下。哎呀，没有拍到。1-0啊，耶！1-0啊。因为我告诉你们了，我的健保卡是在我打完疫苗后才有的。虽然我觉得我健保卡是没有那个打疫苗的那个记录，所以我都不知道我要怎么去预约，我一定不是用健保卡疫苗预约疫苗的，对，所以就有点不好说，有点难啊，有点啊，你懂吗？就是有点头痛。真的是我过咗了，心卜嗰啲过咗了，因为我前一排都冇时间去，所以就过咗了。对，就是要排队。啊，乱排队。
所以怕就是打完疫苗之后会有反应，对，很怕。那因为我接下来也有一些工作，所以有反应的话会很母汤，就是不知道。Hello， 桃瓦哥 ，Hello， 我在思考疫苗的部分，因为大家都要打第三剂，所以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办。我之前打都完全没有副作用，因为我可能那时候没那么健康，比较晚睡，没那么健康之类的。我之前打都没有反应，真的没有反应，完全就只有很想睡觉而已。就算是也算是有反应嘛，就是想睡觉算是嘛。Hello。你身体很强壮、很健康的时候，你身体产生的抗体也会比较厉害，或者是怎么说，比较多之类的吧。所以，当你身体没那么好的时候，你可能反应就没那么大，因为身体的打架的部分会比较少。对，因为打架很激烈的话，一定反应很大。可是如果你打架是那种哇，这样的话，那都已经就是没什么副作用了。很正常啊，我的作息。晚上好，大家。可是我不想排队。那如果很早去的话，要排队吗？要吗？啊，不想排队啊！可是还是一定要排队，还是我经过看看？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救命！扎心！真的？OK。我希望可以没什么食欲，因为我食欲太好了，哈哈。我很担心，如果他说啊一点开始，那如果你们所说的很早去，那如果八点去，他都还没有开始的话，那我从那边开始排队，那都排很久啊，对不对？对不对？我已经打过去，诊所了。他们说的是要预约一个礼拜后才可以打。谢
谢吉米这个直播的守护灵。你们排活动也是排那么早，我知道，可是我很累啊！啊！龙潭那么久，那么远，龙潭那么远，怎么可能？三个小时玩国际人没有玩那么久啊，对不对？对不对？打一会久，打一会久。对，我真的很想随到随打，真的很想，你懂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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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算了，再说了。那如果我打完疫苗再去公演，你们怎么看？都会累死吧。天国终于降临，我想起只有你，遍地也裂开，地球像红海，同游这末世，与你观察末端层怎否开，爱别要放开。地下街的话，我觉得最近一定会很多人，因为最近突然疫情又突然就上升了，所以我觉得有点不好说。对，所以啊，可是我有的时间就只有今天跟明天这样子，所以我就向往看一下是不是要排队。全球活火山快要爆开，地平线尽头还有否方舟接载？遍地也裂开，地球像红海。但是是要排队的。这末世看过火山喷出极烫像火，我们被漩涡直卷入。哎，算了，不排，不急，这个东西不急。再想。谢谢努力，希望眷恋团结，用善感染世界，支持每个舞台。KB Fighting TP Unit Daisy。那是世上最后的怪兽，你是可爱木偶，在我的星尘下显得罕有。不紧要，奇迹有没有？我只要够。你一起，王国纪元，遍地也裂开，地球像红海，我共你于这末世，见证过天塌下来极精彩。刹那地硬天翻，准播把我共你掩盖，抱着紧你，没离开底里。攻击我的城堡，我的城堡不能攻击。不要攻击我。我觉得等一下我都我今天吃了一个 Subway， 等一下也要吃一个 Subway。
我饿了。真心奉笑吗？为何变了个大人？凡事也装得很花，人海里比才攀爬。人活到疲倦乏力，先生。每天都是 Subway Day， 因为我很喜欢吃 Subway， 所以每天都是 Subway 天。我最近吃的蛮健康的，我要就是你懂吗？因为夏天我觉得很热，然后会流汗，所以就一直很想吃一点很清爽的东西，所以一直都很就是你懂吗？一到夏天都吃不到油腻的东西，你懂吗？因为很热，真想要吃点酸酸甜甜的，酸酸甜甜，对对对，酸酸甜甜的东西，就是很水果的那种东西。太热真的没有食欲，没错。我在香港就只有吃过一次的 Subway， 因为我家附近没有，而且它算是比较贵的，对。然后因为它的店面真的不太多，所以我真的很少吃的，很少很少。怎么又被打了？我们。有猪肉吗？好像没有，有吗？大家？我喜欢看足球，我很喜欢，超喜欢。我有一些朋友就不吃牛的，因为好像是他们觉得牛是人的好朋友，他们帮忙，就是务农啊，然后就是一直提供劳动力，所以就不会吃牛，是蛮好，就是尊重各种动物这样。我也曾经很想吃素，可是因为我太喜欢吃东西了，就我没办法。但是其实我是很每次吃东西，我都很感谢所有的，就是日用的饮食，就很感谢他们付出，懂吗？
中，你是纯正小孩，总叫唤我要更愉快。最近不是有很流行做那个测验吗？那个测验是这样子，就是一个你听歌的那个歌曲的测验，然后我就做了，然后它有一天的，有一个月，还有一年的。我现在我看看我一个月听的歌啊，不是一年，是一个月六个月跟 all time 所有的时间里面。然后呢，我那个上个月第一首第一个最常听的歌曲就是周国贤的《追踪木》，周国贤的《追踪木》。然后我就那这首是我第一首就是很常听的歌，第二首就是 MM7， 就是香港的歌手 JER 唱的歌。然后第三首就是《报复式浪漫》，报复这是那个报复。就是复仇的那个报复，报复是浪漫第三名这样子。然后在前六个月我的听歌的那个第一名就是 Boyfriend Material， 就是 Guessing Just Boyfriend Material 那个。然后第二就是 MM7 一样，第三首是 Work It， 就是 NCTU 的歌。哇，就突然就就有两首歌不一样了，然后有 all time 的，就是所有的那个时间里面我最常听的。第二首歌是 BYS Cashy 的 BYS， 然后第二首就是我上一次有跟大家介绍过的那首叫 Used to Me， 就是那个很磁性的那种歌。然后第三首就是深夜告别练习。就这样子，哇，好赞啊！看到我喜欢的歌曲的那个种类，就是比较 smooth 一点的，比较不一样，不是那种很流行曲的。我觉得大家就是可以期待接下来我们的生写真的主题。对，我没有说是什么，可是大家可以期待。希望可以突破我的销量。对，想一下哦，希望我希望有三个月都可以突破我的销量，这样子。这三个月里面的主题有其中一个突破就好了。不是五月，就是等啊，等待一下，还要等待一下。这项可以突破，因为都是大家没有看过的。对对对对对。然后，对，就是希望大家喜欢。可是我觉得不一定是每一个人都会喜欢这样子的我，可是。不管怎样，那还是我 ，OK。特务有突破吗？这个我不知道这个我得问问看，因为我没有去问过，我没有参加补习班因为我知道我参加补习班有点是浪费钱的概念，所以我都没有去补习。对，像我哥哥都会主动去补习啦。问你点解买咁多？因为三月特务系比较特别嘅一个主题。对，特务生写真是比较特别一点，没有看过的。对，而且也比较辣一点。比较是现在大家比较是现在的大家会比较喜欢的那种类型吧。对。对，风格比较强烈一点。不是说我天资聪颖，
而是因为我自己本来读书没有很非常之优，就比较正常的。身上真的不会重複一張照片，真的不會重複。我的老師都說我是聰明，只是我沒有很努力，就是對我老師這樣子講，可是我就是覺得人生過得舒服就好。我的兔子虽然是兔子，可是它比较像是一只小狮子，因为它个性很狮子。及时很行乐。对，我最近很常讲了一些广东话出来，像我跟李梦纯在讲话的时候，我明明想要讲强强什么什么强强什么，就是经常的那个强强，可是我就不小心讲了广东话。广东话我们会用这个字，我们会用成语，就是成日成日都咁咁咁，然后我就是不小心跟李梦纯讲狠话，讲谁都就这样子。我说哦，不是，是强强，所以我就很不小心就讲了几句广东话出来。对，这有点，我讲话比较难懂啊。最近比较难懂一点。哎。谢谢，都是香港阿琪的香港什么事啊？多谢香港阿琪的告白口。没有，我觉得其实教大家讲广东话很有趣，因为这你知道吗？像我讲台语都会有一点歪歪的。那大家就是讲自己不熟悉的语言的时候，多少都会有一点歪歪的，所以我很喜欢教大家讲一些就是有的没的。我听过大马的粤语，我听过，我可以英文加粤语加普通话，可以，我很常这样子。然后我都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了，就是我会变成我的脑袋会想着不行，我要讲中文，可是嘴巴就会讲了很多的不知道什么语言就混合在一起的东西，你懂吗？我又不是真的很会讲台语，我讲的就是那种 key 笑疯掉，不是疯掉，不是 key 笑，要求那种。我学过台语，假扮假扮鬼，还有那个你好。虾米，还有那个什么 ，K 笑妖秀，还有什么，很少，就是那种干虾这种吧。我也是学语言从彰化学起，因为我之前打游戏有一个游戏里面的好友，他讲了一个三个字的，然后就是蛮脏的，好像是 key 什么的那个，你们懂吗？
还是 key 还是 k， 我不知道。key 还是 k， 我忘记。还有那个角赛，角赛，那个我知道这个，那个角赛也是别人教我的。打游戏的时候，这比较没那么脏，可是还是蛮就是脏的。对，你懂吗？这个没有很脏吧？这个是还好吧？还有那种花什么什么 那种，对，北齐，这个我知道北齐，不脏啊，脏吗？我不知道哎，别人教我的。因为以前就打游戏啊，别人就很喜欢教一些有的没的，我就学了一点点这样子，也没有很脏其实。这种最好学。我平常也不会太想讲脏话，我也不会讲。因为我又不会，更脏只是先不要，有更脏的。你撩起我的好奇心了。对啊，脏话是最好吸收的。等我以后再教你们一些特别的东西。修蛋，修蛋，我知道，修蛋，哇塞，那个哇，那个我懂，我懂，我会，我听得懂。很驚是什么意思？很驚是什么意思？收蛋机嘞？有一些人会觉得脏话没有文化什么的，我跟你说，脏话才是最有文化的东西，你懂吗？很紧绷，很驚。哦，我懂，懂了。因为脏话是一个地方的特色，一个对最有文化的东西就是脏话。虽然大家可能会不同意，或者是哦不觉得，可是对我来说，觉得这是一个文化的特征，对，这是一个特别的小小的一个文化。那也不得不说，虽然你可能不承认这个东西，可是它还是一个文化，对，这是一个文化，精髓，嗯。幸好我没有理解错很驚这个字，因为很驚就是一直说很，就是很紧绷嘛，就是心情啊什么的，人啊什么很驚耶什么的，对，我没有用错就好了。还有发现很驚有很多很多解释，我不知道哪个才是对，我很怕用错了，怕人家误会，我都很少用，我不敢说，不敢讲。
走，新屋里多一只狗，看着围城内。可能大家觉得不应该讲脏话什么的，可是每个人都会有情绪吧，对吧？我去了你那个双手，还有梦里每天的奋斗。就是不要讲习惯就好了，我觉得。对啊，像我这么有文化的人，耶！听今年夏天，林志颖今年夏天啊！救命，太可爱了！为自己找一个出口，那时候。他很偶像耶，他是那时代的偶像。不是说打游戏的人格会跑出来，我说我觉得是，就是不一定是人格，是个性，就是可能会比较放一点，比较勇敢一点，比较勇猛一点什么的，而不是说人格啦。如果说小虎队跟林志颖，我选林志颖。啊，好可爱，好可爱。我好爱林志颖，救命啊！我真的是好爱哦。老板，很爱林志颖，我爱林志颖。
青苹果乐园、哦、我知道那个青苹果乐园是那个小虎队的，可是我最喜欢林志颖。啊，尽情摇摆。我最喜欢林志颖。给你们看这个，也给你们分享这个吧，不见人的头。尽情摇摆，以前很喜欢用低的，现在接受这邀请函。I love you， 走出丑陋的黑暗。Don't you know， 骗我却不爱，太低爱。爱我我的不爱，我低不爱。跟着我，摇摆，跟着我，不要伤怀，跟着我，散发光彩，让天空的阴暗。啊啦啦啦，尽情。啦啦啦啦，尽情摇摆。噔噔噔，那时候很流行这种音乐。他总是那两下电话号码。拉 boys， 拉 boys， LA boys， 拉 boys， 笑死！我在讲什么？拉 boys。I love you， 就像透露的黑暗。Don't you know， 给我全部的爱。I love you forever。郭富城，郭富城也好帅，救命！Love you forever， 原来是这样哦。灯烛上夜未央，来往的人多匆忙，我不要太紧张，和别人一模样，大声点给我望，两只眼睛大要亮，我开始失去了主张。风吹的路好长，一颗心晃呀晃，多想找人陪我逛，我不成，我好喜欢那种头发，这种糊糊的画质。嘿，其实内心一团糟，把自己爱得像太阳。
怎么也抓不住你，被你爱爱爱不完，我可以天天天天天天到永远。 So we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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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night， 不愿意死死点点谢谢去面对，被你爱爱爱不完，相爱原本就是这么难。这种日子不好过。广告，我想看那个广告。那这个歌很抒情哎，不觉得吗？是很哇，很舒服，听得很舒服。啊、哦！1990年。汪洋汽车，啊，是这个广告对不对？谁说我不在乎？汪洋 DJY 原来是这个广告，还是小虎咖啡？应该是这个吧。机车的广告，对对对对，谁说我不在乎？对对对对对，好巅峰哦！这个颜，这是哇、啊！不要看我！声音好赞！我看郭富城的台湾的广告，看一下小虎咖啡是什么？这个。啊，对，这个小虎咖啡，对不对？你是我的巧克力。你是我的巧克力。爱我吗？吻我，不要问我。你是我的巧克力，他很双手，你是我的巧克力。哈哈，哎呀，这个好可爱。对对对，整个刘海压下去。镜中千万遍，不停不问。你是我的巧克力。你是我的巧克力，你是我的 Subway， 你是我的番茄酱，你是我的 Pocky， 这个吗？我爱你这个。哼，你看我。小五咖啡是好咖啡，试试看。受不了的酷。真口味小五咖啡，不错哦。不错啊，不愿让你感觉上位，不错啊。怎么不看我？嗯，你看我。
小五咖啡是好咖啡，试试看。受不了的酷。真口味小五咖啡。不错。你是我的巧克力。我爱那个朱古力的。我爱的是民国风。我可以用那个，我可以以后 catchphrase 什么没有啦，就是还是用你是我的 Ohana。我以后如果我要改的话，我要改成我是你的巧克力。因为你们会懂这个梗吗？如果是就是是粉丝的话，会懂吧？这个广告很红，对不对？我是你的巧克力，你们叫我巧克力好不好？天哪！对你爱爱爱不完。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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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哈哈。懂的再懂，对啊，有机会再改来。哎，现在还是你是我的欧哈娜好了。巧克力以后再说。对，我觉得要大叔范才懂。年轻人没有看过，对，我知道。我是你的 Stitchy 哦，你而你们是我的 Ohana 这样子，就是要如果要换的话，那我不知道啊，应该没有要换啦，可是，可是还蛮有趣的，就是因为就是巧克力这个要用在我是你的巧克力这个，所以这不能换在你是我的 Ohana 什么的，这个有点。不好改。你是我的巧克力。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心机宝贝。可是这个没有跟巧克力没有关系啊。我是你们甜甜的 Stitchy。不是啊，不是。我是你的巧克力。我不知道哎、欸，我是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我是大家好，我是你的巧克力啊，你们是我的小虎咖啡的，这哈哈，然后陈帅说，哎，为什么换了？我就说，因为就是最近我很喜欢林志颖跟郭富城。然后因为最近呢跟大家聊到郭富城的一个小虎咖啡的广告，所以就决定四月的 catchphrase 就换成这个这样子。对，已经停产了，因为要回应啊。对啊对啊。哎，那我们四月 catchphrase 可以换这个吗？这是只有四月的用这个，然后五月的就返回那个 Stitch 跟 Ohana 的那个，我也没有喝过，因为已经停产，对不对？这是四月的 catchphrase， 是大家好，我是你的巧克力，你们是我的小虎咖啡，这样子可以吗？这四月的限定，对对对对。不是，我要用巧克力。你们要巧克力的，你们不能说巧克力不行，你们要巧克力的，你要跟那个广告一样，就是巧克力这样子，可以吗？如果你们四月会来的话，可是四月来的大部分应该是陈思雅的粉丝，对不对？因为他生日哎，当天要公演哎。但哦，那我就说，好，今天的公演的 catchphrase 来一点特别的，那大家帮我喊巧克力跟小虎咖啡好吗？你们说好，然后就说大家好，我是你们的
巧克力，不是，我是你的，我用你，不是用门，我是你的巧克力，哎，你们是我的小虎咖啡，笑死，哎，然后我后面要加一句什么呢？后面要加一句，加一句，我看一下啊，我要加一句，我是对你们爱不完的巧克力，等一下。这句是什么？谁说我在乎？我不知道哎，我要讲什么？哎，我用对你爱不完好了。对对对。Lion 从狮子变老虎，可以可以。OK， 我说，我今年。今天的 catchphrase 来一点特别的，大家帮我喊巧克力跟小虎咖啡好吗？然后就说好，那我就开始了。大家好，我是你的巧克力，你们是我的小虎咖啡，谢谢大家，我是 AKB48 Team TP Unit Daisy 对你爱不完的显弟弟小迪，耶耶，就这样决定了。 OK， 大家请这是告诉四月份会来看公演的人好不好，请告诉大家，对不对？然后我就会解释说啊，其实呢为什么要做一个特别的 catchphrase， 其实是没有原因的，只是单纯我最近很喜欢郭富城跟林志颖这样子，所以呢就好好的运用一下，那下个月会恢复正常，对，谢谢大家，这样子。这是那个巧克力跟小虎咖啡这样子，现场限定，对对对，突然都换了，单纯喜欢，对，可是对，就公演嘛，公演嘛，对，不是公开，也不算是公开的活动，就是公演的活动，这公演的东西应该是蛮可以吧，应该可以吧，对。哈哈，哈哈，我好兴奋啊，救命啊，好好玩，好好玩啊。因为这个 catchphrase 的部分是不能随意乱改的，所以就就是玩一次就好，一次就好，对，巧克力跟小虎咖啡，对。而且我觉得就是对公演应该要 free 一点，对，我很怕我忘记，所以请提醒我。OK， 不不不，我先提醒自己，先提醒自己。应该不会忘记啦。对你爱不完的，显迪西小迪，然后我就说啊，这是公演特别的 catchphrase， 大家可能会不太在乎吧。然后你们就说谁说我不在乎？没有了，没有这个，没有开玩笑，这个开玩笑，不用不用不用，你们只要讲巧克力跟小虎咖啡就好了，小虎咖啡，好好玩的、哦。好赞哦！即所拍摄的《对你爱不完》，对你爱不完。疯狂团巧克力跟小虎咖啡是，对。好想跳这首歌。谢谢大家。很配合，毕竟 catchphrase 不能乱改嘛，对吧？拍个复古广告，我有想过，因为我最近翻 IG， 然后看到一个蛮复古的男生，是一个香港的一个男生，因为他有参加那个成名造星。的一个选秀节目，他有看一下、哦、他有拍一个复古的广告，很酷，
给你们名字，你们可以去看看。他的名字是 TSZ_HOLD， 你们拉下去会看到他有一个一个贴文，是长这样子，这个的，这个点进去，点进去看，就是很复古。这样子，很复古。哎，这是怎样？这是很复古，大家可以去看看。我很喜欢这种复古的东西。特效很复古，推荐大家可以去看看，复古的感觉。而且以前的他们的这我看郭富城的表演，等下我讲什么讲什么，等下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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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那个，很那年代，我不知道我要讲什么，我的口音超严重。原本就是这么难。看一下《王国纪元》好了。忍不住，好想看看。建造，我可以建造的东西。这么难，我是郭富城的粉丝，我是很多人的粉丝，我都是那种我很喜欢复古的东西，其实，所以我是很多以前的歌手偶像的粉丝这样子。我觉得每次都只能建造一个东西，他不能同时建造东西，觉得唉有点可惜。如果可以一直建造一直升级东西就好了，那就可以省很多时间。对吧？颁奖上线了，他们刚帮我加速。对，林志颖跟郭富城选一个林志颖，我选林志颖，对，这个比较好选。看一下。
谢霆锋啊。我不知道。林志颖跟谢霆锋哪个比较红啊？还是不一样的红？林志颖跟金城武，我选林志颖。圈林志颖比较有知名度，谢霆锋是好像也是哎，我懂，可是我选不到。你们选呢？你们会选哪一个？哇，救命！我在什么？哇！在打边境之战，好难哦！边境之战，应该打不过吧？我觉得很难选。谢霆锋，人选谢霆锋，人选林志颖，不能选我。二选一，你们要选。文哥会走去林志颖那边哦，两个人在我旁边做菜的话。Is this all you've got? Yes. No lobster. Nope. No foie gras. Very little. No coq au vin à la Montparnasse. Only on Christmas, lads. That's very funny. Oh, give us. 星星跟林志颖，星星。Except your normal dog. 我选星星。Very funny. Garçon.Five glasses for the pop. 这个不用想，一定是星星。膝盖帮跟星星，星星，对不起，我会选星星，大家拍谁？星星是我的命。好笑，天哪！我在看我们群组，我们那个拼图群组在聊天，好好笑、哦。没关系啦，我会带着星星好好生活下去的。
太极星星，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会努力带着星星生存的。你们可以当兔子，但一边是兄弟，一边是爱人。星星是我的爱人。你们要当兔子了吧？下辈子当兔子。你看一下我兔子吗？可以啊，可是它在洗手。等一下给你们看，我抱起来，不是抱起来，把它放在盆子里面，然后再让你们看。Hello， 凡。Just a smile and the rain is gone. Can hardly believe it. There's an angel standing next to me, reaching for. 你要认住，是星星赢了你们。等他爬上去那个盘子里面，下去了，让你下去，有没有？哎，你们输给星星，觉得如何？戴上我的小的手上哦，这样子，胜利者的眼神。投降，好像懂了输的理由，因为他是兔子，
它是一只兔子呀，兔子珊珊。珊珊乖，乖乖乖乖。抗拒不了的盘子。对啊，星星男生，他是男生。乖的，因为可能他知道我不会抱他，所以他都愿意就是跑进去盘子里面让我拿起来这样子。星星是男生啊，他长大很快，对，兔子嘛，应该对啊，应该是不会变大的吧？他现在已经是极限了，那是极限了。说过我不会抱他嘛，所以就不会抱了，真的不会抱了。对，所以他变暖我也没办法很感受，就可能可以用脸去蹭他这样子，蹭一下蹭一下的。对，毕竟他也长大了，不喜欢被抱，然后又很怕他挣扎。喜欢的年代都是1990啊，1990几年的那个年代，因为那种画质都糊糊的，我很爱。
过他跌倒事件之后，我就不敢再抱了。我觉得还是健康比较重要，就是不要让他难过。他没偷摸吗？他没摸吗？球球，哎，球球。很多草给他吃，可是他都不吃哎。38分钟领先，嗯，别嘞。别人说多特蒙德38分钟领先5-0，什么意思？什么意思？看一下直播。哎，我最近很多球赛看，我好兴奋，好开心。多特蒙德。哦，这太夸张了吧！5-0，救命！4-0，5-0。哈兰达，我看一下，大家那个对面应该都很臭脸的吧？就是对面的教练还有那些官员应该都很。球啊，对啊，足球，傻眼嘞！发一下限动，德国啊，对啊，德国的甲组联赛，多仔5-0，48分钟，我看啊，8-2，我知嗰场，我知你讲边场，嗰场好经典。今天好多球赛，好兴奋啊！大家最近还好吗？最近我们都没什么活动，希望大家还是有信仰，好不好？信仰。夸张，好多球赛，好赞。嗯嗯，德国就是进球都不会放过敌人，就是他不会给面子什么的，他就能进就进这样子。就是不同文化，有一些球队会可能进太多，他会觉得啊，不要进那么多好了，不然这样不好看，就对面会觉得啊，这粉丝啊什么都会觉得很难，就是很难过什么的。可是德国的足球还有球队什么的都比较不客气一点啦，对。我喜欢哪一个足球队？多特蒙德啊，拜仁啊，然后曼城，最近蛮喜欢曼城，因为一个人，对，就是因为一个人 ，Grealish， 超爱 Grealish。
哦，是哦，西班牙也是。我觉得是，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虽然我是很想要做出，如果我是球员啊，我也很想做出一些成绩来，可是呢，可是就会有点如果比分太拉太远的话，我会算了，哎，就不要那么的让对方觉得难过这样。Jack Grealish， 谁发的三张？谁发的？谁发的？不对，不对，我忘记了。他就想吃草了。大宝也服了，兵器也是不错。啊，但是本轮沃尔夫斯堡的球队没有进攻，但西班牙人会打我们的王国纪元的联盟，他们真的会打哦，所以我们要小心哦。Now you're in my way, your stare was holding, reaching, skin was showing, high wind was blowing. Where you think you're going, baby? 不是 ，Grealish 他是打英超，对英超。想一下我要找什么啊，想到习惯打开游戏了，好好玩。要不要一起玩《王国纪元》？好的，上场比赛真悬殊太大。哦，上半场结束。对，《王国纪元》上瘾，这是应该的吧？加进球球员，就是不一样的人。I can G， 大家都一起玩王国纪元。我的 Apex。跟多特蒙德是对立的，可是我都很喜欢，因为通常德国队的球员都是这两队出来，就是大部分是这都是这两队吧，所以就也特别偏爱这两队。被这个游戏吃掉很多睡眠时间，对，也是。可是我觉得没关系啊，就是因为我平常睡眠时间也那个品质也没有很好，所以对我没有很大的影响。可是对大家来说，可能隔天你们要上班、上学什么的，都可能会有点影响。对，但很好玩，真的很好玩。对，最近都要开盾，不然别的联盟可能会打到我们。对，
子呢，要记得城堡等级升的越高，然后抽奖的几率越大，所以大家记得多升城堡。嗯。王国是不是不累，但上实力很久？哦，对对对对，这首歌叫 Happy，H-A-P-P-Y Happy， 就这样。我研发东西，研发那种冰啊什么的，都要大概3天什么的。可是我在玩的是《王国纪元》。这个游戏有个部分是蛮好的，是你可以靠着做任务，然后拿到一些水晶啊，或者是一些加速的东西，所以大家可以多去解一下每天的任务，还有一些可能别的任务之类的，那都可以，就可以就是省一点时间呐、啊，对，多少也会省到时间其实。而边境之门很难打哎、欸，我觉得很难哎、欸，你真的要靠吃脑袋脑力，真的。170黄金通行证蛮值得，170你说170块蛮那个，那是蛮值得的。对，如果真的想氪金的玩家可以去试试看，对，可以去氪看。对，边境之门嘛，第二，我卡很那个卡很前哎、欸，很难哎、欸。我等一下看，因为我现在在打的是英雄冒险，那个英雄之心。正在打，让他自己打。对，氪金之轮也可以用在可能要升2-3天的那种。我等一下看看我卡在哪里。Shut up and dance with me。时间就是金钱，对。拉眼说的对，我现在打，我在打这个英雄冒险，耶！看一下那个卡在哪，卡在第二章第七关。你看我真的卡在很前面耶，救命啊，是我，因为我打这个我都是看什么比较攻击比较高的我就用它，可是我没有去好好去用哪个东西去通关。对，看一下摧毁所有的边境防塔，因为它这个有一个巨大怪物会来攻击我，所以我都很容易就输掉，你懂吗？就死掉了。就放一些，看一下哦，这些好了，还有这个好了，好，来打打看。海马那个，不知道哎，看看。
没错，有海马的，真的是气死我了。冰他，冰他没用哎、欸，我一直用剑，你们用什么打？用什么？我这两边都放那种，哎、欸，这是什么？这是远攻的那种东西。不行，我海马打不过哎、欸，我已经死掉了，重打了，离开，离开，你们怎么打的？用冰炮，冰炮，我看看，我有，我现在用了，看看可不可以打得过。我会放塔，然后放这个、啊、冰塔，哎，冰塔哎、欸，放冰塔哎、欸，我拿错了，救命！火焰塔。有点不行，我有点不行。啊，没有攻略。我不知道了。我尽量用剑。剑跟那个防御塔，那个火焰塔，对，然后还有是那个门口放火焰塔，然后海马来用斧头割，哦，那个我知道，可是打一打就死掉了，那个塔就没了，就哇。打一打就没了、欸，这烂掉了、欸。网络上面一定有攻略、啊，一定有。这我真的。等他来了，用那个大块大块，然后用这个用。我不知道，那我去找一下那个攻略，塔的质量要提升，我已经提升到 level 6，骑马的法师，这好像没有骑马的法师，有影片教学。揍他揍他揍他，都还没到就死掉了，我的兵啊，我的兵死了。海马哥，海马哥，你看这，因为我已经没了，已经这样子了，已经这样子了。你看到吗？我已经看啊！哇！被一下子打爆我的那个军哎、欸！那我是不是要抽什么东西去升级？对对对，它是好玩，可是对我们主要的城堡的发展好像没有很大的作用。可是它真的很好玩，对。我卡在这里，为什么？边境宝箱，开启十个，可是你开十个要20000个水晶哎。指导小兵，斧头哥挡用步兵放在海马，放在后面，
耶。这个，我有放那个，这叫什么？射箭的那个炮台啊，不是炮台，是那个会动的那个。然后一个是火焰塔，那个大智老，然后一些小兵 ，OK， 试试看这样子，试试看。对，在盖东西的时候的一些休闲娱乐，放这个，然后放。所以重点是打爆那些塔，然后等海马过来，然后把兵放在他后面，这样子就对了。没问题。那这个是放这里。分散了注意力，对，我抓到重点，就是从后面偷袭他，对不对？偷袭，对，有，这个有用，可是我又没有那个了，已经死，哇，死光了，我的人，哇，他打一下我就死了，你看我死掉。重打，这卡牌升级，可是没办法升级啊，没有那么多的钱，这个我抓到那个重点了，就是要对切断它中路 ，Oh my god。可是前面还是会有一些炮台，还是会一直打你。危险动作，放这里，然后再打他。行 ，OK， 可是他也不是挡到很多哎、欸，那个主帅也不是挡到很多，就是一下下他就死了。我懂 ，OK， 再一次，OK 啦，应该可以啦，试试看，继续这样子打，应该是没问题。Yes， 海马死了，赞哦！现在就是要打塔，对，没有海马了，你看海马过了，现在要打的是那种塔，然后一直放射箭的兵。那这可以，那可以了 ，yes， 应该可以过，耶！谢谢大家，我这个后面还会出，不会吧？应该没有了，就只有那个而已。不要吓我。我可能。没病了，怎么会这样子 ？Yes， 我过了。我出哪一只可以借你参考吗？我出的是那个，等我一下，我现在我打开我的卡牌。我出的是先就是这个挡它，然后出这些兵从后面打，所以这个变成一个人在挡，然后这个海马在打它，然后。这样子打他，可是后面也有我的小兵在从背后打他，那他又不会打到我的小兵，我的小兵又不会死。然后跟那个对面的塔要有一定的距离，不然的话就会被对面的塔一直射箭，然后他就死掉，所以要有距离。对，懂吗？
哇，太好了，可以继续了。下一关是什么？来吧，关卡八，击破敌方碉堡。那好吧。看一下，打完这个我就下咯，因为我要看比赛了。可辣，这是一个大乱战，好乱哦，好多兵哦。啊，打不过啊，都打不过啊。哇，有点打不过哦，救命。没关系，我们先升城堡。精灵，我没有精灵啊，我没有抽到精灵。那打什么？葛离芬？葛离芬是什么？哦，还有只怪物。出战。虫子叫虫子，精灵叫虫子。我要看回球赛。对啊，精灵加虫子，怎么可能两个东西放在一起？哎，我没有画面啊，我在看球赛。对，矛盾组合。对，我是 iOS、啊、大家用，你们用。四强赛了，来吧，我要去看球了，大家。Semi Final， 那些排名。第二十名的是。棒夜兔，谢谢。十九名是 L， 十八名的是请教我翔哎，谢翔哎。第十七名是吉米粥，十六名是五一，十五名是小光，十四名是班长，十三名是小叶，十二名是 CKK 仔，第十一名是叶翔峰，十名是伯承，第九名是香港阿奇，第八名是朱新当，第七名是 Red 艾迪。第六名是 Yo Chan， 第五名是勇哥，第
四名是 Joe， 第三名是简晨，第二名是企鹅，第一名是李猫头。OS 可以，哈，一比零了，救命啊！我没听到，没听到，没看到。哦，我看到了，等我。活动，活动在哪？一比零，不是曼城一比零。我被侦查了，哦，又是你，哦，没事。左上角，单人活动。最新消息。兑换中心，看看我可不可以2022。哎，可以耶，谢谢。还有这个 Easter 复活节，哇，我都拿了这两个，还有吗？干嘛了 ？Yes， 耶、yeah。他不是说可以解锁什么？还是没有？奖励之路。谢谢初风。LM001还有最新消息，因为最新消息一点进去就是白白的画面，所以我都没有特别想要点进去。就是要等嘛，我都比较急。001 OK， 谢谢，拿了。还有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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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了。耶、yeah ！好的呢，奶奶。有泪耶！开心仔。Yes， 农场已升级，继续升其他的木材。帮助，疯狂，请大家帮助。要没了吧？耶！碎哟！拿到好多东西了，好多东西，好多东西 ！Yes， 然后可以使用，使用，使用！感谢大家。2022，Artifacts。看一下，怎么那么多序号啊？你们怎么知道的？2022 ARTIFACT， 哇，好多哦！谢谢 Red 艾迪。耶、yeah, ，这样子可以补到很多东西，好爽！赞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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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哥。看看有什么任务可以做呢？好像没了。这可以帮大家一直帮助帮助帮助研发研发。
谢谢大家。We are family， 无聊一次都有意思，很多趣事，傻笑的传知，自己一次的快乐知。哎呀，练兵练兵，梦幻部队，加速研发。被车完资源都回来，我也是我也是，虽然我好像没有被车，可是还是、谢谢谢谢，蛮好蛮好的。英雄之心过二期了，恭喜恭喜过了，帮助帮助，真的花很多时间在这个游戏上面 ，no。升级我的英雄，耶！睡睡哦，香香，香香，去哪里？先去玩。感谢各位无私的贡献，贡献。欺诈师，诈欺师，我有了招募新的英雄，欢迎光临，欢迎加入我，好像不错哎，他是不是很厉害？感觉，哇哦 ！Yes， 赞赞赞赞赞赞！才不到七天哦，呜！大家也才不到七天，其实怎么留言？联盟留言吗？一亿战力很多哎，其实外交留言没有啊？有吗？留言没有啊？擅长擅长没有啊？哪有啊 ？CAY 在哪里？在谁那边？但曼城落后，我一直在放球赛，有在我这边，我在看，我有在看。其实那怎么找别人的联盟？因为我真的是。按什么？他们的联盟留言，我按联盟商店又不是啊？齿轮放大镜。级的兵全上，我等一下，我刚乱按了，我按了超废的兵哎，我按视线破冰，我以为要大家一起，我以为要就是所有人都就是来打，就是参与度嘛，对，所以我刚刚随便按了一些兵就出去了 ，CAY 联盟哦，等一下哦 CAY 怎么了？那边解释外交留言，哎，有吗？
有什么留言啊？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此留言已被删。哦，那是什么？你们在那边留言留什么？还是谁？还是我根本不知道内容啊！是什么了？怎么了？什么了？是什么？这是怎么了？事实上，对他对这些足球的这些评论者，或者是过去的一些老将来讲，他觉得说，哎，你一点就是我对不起你这家卖最好的阵容，没有那个我在杯赛里面不管现在碰到吵架，吵什么架？可是你们都讲了一个开头，然后又完全不讲内容，我是有点莫名，我很想知道，可以告诉我吗？可以告诉我吗？还是你们如果这边不方便打的话，可以在游戏里面那边告诉我，可以吗？我好想知道，这开了一个头不告诉我，这是好像跟你们讲一个故事，嗯，还是不要，是这样，这样，啊、哦。哦，啊、哦，我们有人打他吗？好像之前有打过，对不对？对啊，国际半途而废联盟，天哪，笑死！啊，大概是这样子而已啊、哦，所以是美式。哎，原来是这样子，我刚才以为发生什么事情。OK 我还没啊，我还在研发第一个的三级兵，我在研发中，还没。我觉得有可能，只是他们怕我们看到，他们的外交留言，所以他们就删掉，然后就。等我们没有盾的时候，就来开展攻击，我觉得有可能。那我们还是要小心为上 ，OK？ 对，我们小心为上 ，OK， 小心为上，大家。那我先下喽，我要专注在看我的足球，不是我的足球比赛，我想看的球赛上面。对，我的足球比赛是怎样？对，我要下喽，各位。然后我们晚一点，可能我也会上线看一下之类的。对，晚上见喽。OK， 晚现在已经是晚，再更晚一点见哦。OK， peace out， 拜，peace out。